家好，我是咪咪。今天会来到一个超级豪宅，带大家看一个复式单位。这里就是位于名著的极高层 J 室，实用面积有2260尺，是一个三房三套的设计，还有一个无敌的景观。事不宜迟，带大家看一下。位于尖东站 K11 楼上的名著，一直受到不少富豪的追捧。今天参观这个的复式单位，实用面积超过2000尺，入到来门口就已经被这一排的横窗深深吸引住了。而我们身处这个单位是向东，可以远望到邮轮码头，景观非常开扬，而面前的楼就好像积木一样，也都不会阻挡到视线。3米高的楼底安装了水晶吊灯都不会有压迫感，客饭厅的空间超过750尺，相当阔落。客厅的旁边就是这个超过200尺的厨房，厨房的工作台面和厨柜非常之充足。这一层亦都有一个客厕，内置楼梯连接住楼上的寝区，在楼梯的位置亦都有一盏水晶吊灯。这一层亦都有一个大门可以方便出入。再来参观一下这一层的3间套房，首先来到第一间的套房。这一间房的面积有200尺，而且已经配备了一个大的衣柜。3间套房的景观一样，由于层数非常之高，超过60楼，所以望出去的景观是很开扬，不会受到遮挡。第二间的套房面积都是有200尺，每次望出这个景观都很有君临天下的感觉，非常之有气势。跟住就嚟到呢一间350尺嘅主人套房，有超过6米阔嘅横窗，唔使开灯都采光到十足。呢间房嘅收纳量非常之充足，啱晒中意 shopping 嘅你。陶瓷有双洗手盆。而且整个设计风格用了不少的云石，历久常新。在这一层的楼梯旁边亦都有一个储物房。电梯大堂亦都充满着气派呀。名著这个单位，你又喜不喜欢呢？记得留言告诉我知啦。下次会带大家参观其他的单位的，记得密切留意我的 channel。到时再见，拜拜。